好的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什么叫做好的十二角梅花，或者是十二角套筒。那么我今天只做套筒，梅花部分的测试啊。这个先前有玩过一个无赖把戏哦，就是把螺丝磨坏，再用梅花扳手把它拆下来。但是有仔细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，我在影片中拼命强调，这只是为了好玩。十二角梅花它的目的是让你好用哦，你能拆掉有损毁的螺丝。可并不等于它比较好啊，很多人会很直观的觉得，哎，我这个螺丝有点损毁了，我用梅花扳手能够把它转下来啊，另外一只梅花扳手转不下来，我就很主观的认定，转得下来的梅花扳手就是好扳手啊，这个其实是很错误的一种想法，毫无逻辑性可言。什么叫做好的梅花扳手或十二角套筒呢？就是你的螺丝啊，我们螺丝有六个角嘛，对吧？好的十二角梅花扳手，它的目的是不伤害螺丝的六个角啊。这个虽然说美国的 Snap-on 价格卖太贵，也卖不太动，有点靴凯子的调调在里面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很伟大的公司。这个不伤六个角的设计，最早就是由美国 Snap-on 设计出来的。那么专利期过了以后，欧洲人才开始能够生产，包含我们台湾也生产了很多。那么好的品牌很多，我没有办法一一为你介绍啊，全世界的品牌我估计加起来有七八千个以上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会来看我影片的人多半就是要看名牌的吗？哦，对吧，买不起也没关系，看爽的哦，这个我理解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打算测试这三只扳手。很可惜，我先前还有一套大组的 Hazard 哦，德国的，但是卖给我朋友，没办法参与测试哦。这个要先跟大家讲清楚。那么我会，这个我想了半年了，其实很简单。但是有时候脑子就是转不过来，我们在螺丝上面缠上止屑带哦，施力不就可以看到它的受力点了吗？对不对？好的，
这个是法国41 Fécond 41系列，让我们来试看看。这个测试我真的是想了我好久我才想出来这个方法。给他套，还算了。因为这个纸屑蛋，只要稍微动到一下，它就烂掉了。所以说做这个测试是个麻烦的问题。我只要稍微抖一下，它就不准。因此，我今天的动作就像是迟缓鹅一样，非常的缓慢，请大家不要见笑。那这个测试是给很专业的人士看的哦。如果你只是想要崇拜名牌，或者是问我哪个牌子比较好，基本上我没有别的意思了。我觉得这个测试恐怕不是你想要看的。哎呦，动了一下。OK 了，看起来还不烂哦。今天换了一个场景啊，因为做这个测试真的很耗体力。好，我们请看螺丝的最左侧哦。好，因为这个样子看得最清楚。受力面积越大越好，离螺丝边角越远越好。看能不能把它对焦近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了。就我现场来看，大约有 1.5 公里。上的距离，离那个六个边，这个地方蛮夸张的，蛮狠的。我看快2公里了。好，这个看得出来，这个受力面积蛮大的。漂亮哦。
这个测试最困难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它拆下来，我很想把它拆下来三颗螺丝同时让你们看，但是我一拆它止泻带就会烂掉，我尽力试看看，如果不行也没关系。我看一下现在是几分几秒，11分。好，我们来记录一下，对控41，扳手是在11分钟左右。因为这个好不容易锁上去，你一拆下来哦，止泻带马上就烂掉，所有的努力都白费。不然我们同时拿三颗螺丝对比，不是很好吗？对吧？然后棘轮扳手千万不能往回转，往回转就马上把那个止泻带给搞烂。这个很有趣哦，工具是外国人发明的，老外比我懂的人太多了。但是不得不吹牛一下，全世界目前最专业的测试就是我的台湾频道，不相信去外国找。我估计真正的高手根本就懒得出来拍影片，只有我这种半桶水跑来拍影片。想到一个好方法，妈的，这个真的很难搞，我跟你讲。不然拆一颗螺丝，我要搞那么久干嘛？对吧？ 10S on 哦 ，snap。让我们来瞧瞧，没有刚刚飞控受力面积那么大，然后离螺丝的六个角距离比较近一点。
但是非常不错。你们看它的六条线几乎是长在一起，就是说视力面积没有飞控好，然后位置也没有飞控好，但是它似乎蛮精准的哦。好，来把它拆下，快崩了。达威利出来，可以了。看起来也不错哈。好的，这样看大概也不是很清楚，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拆下来啊，三只一起比。
最右边是 Falcon 哦，中间是 Snap-on， 左边是达威利。我们一次对两只就好了。右边是 Falcon， 左边是 Snap-on。我们仔细看它的视力面积，还有离六个角的距离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可以看得出来 Falcon 离六个角的距离是最远的，而且具有比较大的视力面积。对吧？对上了，再转一面。老天，这很难拍。Falcon 的视力面积非常大，而且离六个角非常远。应该转完六圈了吧？再多转一圈好了。我们只看左边哦，右边是我用六角套筒拆的，六角套筒一定是比十二角梅花强啦。那我们再看看达威利跟 Falcon 的比较哦。这好难对。好，有了，转圈，还是飞控视力离六个角比较远，而且面积大。达威利几乎是已经靠边边了，手好酸，应该是这个，对，就可以明显看出来，Falcon 其实是胜过这两个牌子的。那么其实只有我用的人才知道了，那个这三个牌子的差异在哪里呢？我跟你讲，做的最精准的，做的最精准的就是美国的 Snap-on。所以说它的东西卖的贵，或许有点贵得太离谱了，但是它的精准度目前是我测过世界最高的品牌，可是不是很好抓。
那么以受力面积还有设计那个离六个角的距离来说 Falcon 是世界第一。好，那么这边问题来了，大家常常说达威利等于扳手，达威利扳手几乎是世界第一，可是在我这边测试并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达威利的扳手他有故意把它做小一点，就是没有按照那个国际标准公差去做，做的稍微小一点，然后加上他家的精度也很好，他家的那个 OGVAS driver 也有功能，所以你们在修车，比如说你修的车不管是几千万还是几亿的车，它上面的螺丝都不会太高级，多少都会有些磨损，因此车行老板用达威利会觉得他可以把有点磨损的螺丝啃得比较紧，因此会很主观的认为达威利不错。其实实际上你要是修更高级的东西，比如说驾驶舱飞机啊，甚至是一些军事武器太空梭之类的，那么用 Snap-on 高精度或 Falcon 这种设计的很夸张很好的扳手可能是比较正确的选择。那么我并不是要在这三个品牌之中分高下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做到了100分以上，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三个品牌的差异在哪里。那么对于一般台湾人来讲，你应该不会去修飞机或太空梭之类的吧，对吧？所以说如果你只是要修修车管它什么几千万几亿的车，用达威利其实就很好用了，而且它有个优点，那就是相对而言便宜很多。那么达威利的钢材也比较轻比较薄一般人拿起来也比较轻啦。那像Falcon的钢材还有 Snap-on 的钢材是属于超硬合金型的，拿起来很重这个手感就见仁见智。好的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三个都是好品牌，要便宜又好用买达威利，要贵又好用真正的好 Snap-on Falcon 这个是真正的扳手那这个比较适合做出工用的。今天介绍到这边，下回见。